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啦！哦，我们今天要做一个善财估价网，是一个特别的系列。那因为长期以来，善财童子这个节目这个系列啊，一直是被人家讲说我很爱乱花钱 ，which like 你们是知道我怎么花钱的。所以我今天要帮我自己平反，我今天会给你们看九个东西，九个都是很屌的东西，然后你们两个帮我猜它的价钱。好 ，OK， 全民估价网，全民估价网，估价，直接抄人家，直接抄人家节目。规则是这样，如果你们猜对，我们 range 是500加减500，如果你们猜对这个金额的话，你们要喝一口，表示我没有乱花钱，对哦，表示我买这东西是值得的。OK， 好， yeah, yeah, yeah. 如果你们猜错了价钱，我要喝一口，表示我乱花钱，了解了解，表示我不应该这样子。OK， 那最后的话呢，你们可以从你们猜对的物件中挑一个带走，对，但是我们会跟你讲那个物件的价钱，价钱除以1000块是你们要喝的杯数。嗯，来，今天这个东西如果15000的话，你就要喝15杯 shot， 你就可以把它带走。所以你们自己选，帮我拿一下。我们今天喝轻松一点，因为我大卓元其实很久没有我大卓元喝酒。因为我要跟大家讲，我已经很久没有喝酒这件事情了，對，所以我特别为了 today's video， 你的 video， 谢谢你来喝点，喝一点嘛。所以我们还是准备比较轻松的给你们美酒吗？对对对，就是我们今天是给你们一杯啦。然后美酒加气泡水就是比较轻松的。那等一下，如果你们猜对了，就是喝一口。所以最贵的15000的话，就是15杯下。15杯就除1000，你就可以带走它，就这样。好多杯哦！一杯满杯，我们抓成5个好了，好不好？你跟我要把你全家拿走。他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有大桌了。我们以前在 party 的时候，他也是喝的蛮。想当年。Cheers, guys. Cheers, cheers.我会给你们一个 range，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猜。但是好，第一个进来的是，等一下等一下，你也有对不对？我们同时一起买这个啊。但你记得它的价钱吗？不记得。第一个是 Supreme 陈 Stanley 的酒壶、你可以摸一下看一下。然后这个售价呢，我们把它抓的 range 在1000到4000中间。这你应该大概知道。这没有，这我这摆在我那个桌上，所以。你知道我对这东西很熟悉。好 ，OK， 你觉得你会花多少钱买这个东西？3500。2800。2500块。哇、！OK， 这一题 OZ 答对，可是他不会拿这个，因为他已经所以我拿另外你要帮我喝一口。我买的。对，因为你猜对了，表示我是没有乱花钱、嗯。然后我觉得我稍微跟弄一下规则，因为你比猜的比原价贵，所以表示我也没有乱花钱，你也喝一口。OK。可以可以可以啊。Alright。Okay. Alright. 而且我有点讶异，吴卓远会猜这个价钱，因为我今天找他们两个来，是因为 Ozzy 跟我的消费模式是比较近，因为我们很常一起买东西。然后 Julia 是应该是一个就是女生的代表，我在猜她应该把这东西弄得很低价钱，因为她可能觉得 But it's Supreme. But it's Supreme. 这是一个尝试，没办法。OK， 好，就你要把它值得的价钱再乘以10。Supreme is up there. 我讲这样对吗？没错，其实没错啦，我这样讲，他联名嘛，因为他联名。对，好，来你挑第二个，你挑第二个，随便你挑。第二个呢是来自美国的手工杯子，然后它是一个品牌叫做 Ben Shop， 它是一个有镶有一颗子弹的杯子。OK， 很好看的。哇哦，真的蛮好看的。Cool！ 我当初也是看了觉得很酷，所以我就买。哦，据闻它那颗子弹是就是没有火药，是真的子弹。我们这一题有两种猜法，一种叫做不含运费，这个东西在美国的本体售价，OK， 本体的售价 range 300到2000。另外一个是我实际花了运费寄回来台湾，我花了多少钱？这是两个数字，那第二题的 range 呢，在1500到4000中间。好，那我们先第一个，你觉得这个东西的本体，它本来美金的售价500到2000，你觉得多少钱你可以接受？等一下，这是美金还是台币？啊，台币，500美金，我老婆就先把我杀了啦！我跟你讲，1500，好，你觉得多少钱？800。1000块，你猜800的状况下是表示你只愿意花800，那表示我乱花钱。对对对对对。然后你猜1500是表示你觉得这东西值1500，但我只买1000。对对，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是我让你喝，你让我喝，我让你喝了。对，然后你要喝，你不用喝，这是我渴。好，那就一起喝。Cheers， 快点喝。Cheers， 搞得我好乱。没有，我是说猜1500，他猜1500。I would not spend more than 800块 on this。不是我愿意，我只是猜他的价钱。
直接 this。实际上，我从国外把它买回来的时候，你猜猜看我花了多少钱？我们的 range 肯定很贵，1500到4000一个杯子。你猜猜看我花了多少钱？这一题就不算数，因为这一题是3500。我只想告诉你们，好，你猜3000，你猜多少？我猜4000。实际上。一个杯子我花了2500块，我是等一下我这样猜对了吗？没有，你没有猜对，但是实际上你们没有偏离方向，因为运费一个跟两个是一样，所以实际上运费是3000块，所以严格来讲，这个杯子进来我是花了4000，如果我只买一个的话，对，是因为我买两个才变成2500一个，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你们是猜对的，对哦，因为我太了解你的消费方式，我乱买东西，你花了4000块买一个，对我来讲值。没有，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我乱花钱的几率高一点，真的。Yeah, dude。好，这个很棒。What's in the box? What's in the box? 这个东西呢，我觉得 staff 一定会超级喜欢。你搬新家，你会想要来一组的，是吗 ？OK，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的。哦。Yes。Yes， 这完全是。Yes。完全会是完全是我的，对，这完全是我的，对。但，我先说这个的话，没办法让你们挑，可能要如果要送你们，可以等我拍完片。好啊，这是我认识你第一次 hang out， 就是他家玩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啊，不瞒你们说，你们可以去 Made Man 这个酒吧，然后看一下墙壁上有一个 All Star 排行榜啊，你看那个墙壁上写最上面的名字是什么，然后再花多久时间内。我下次要去把它擦掉。你不认真，我会再回去把它写。我已经上面喷那个保护漆，保护漆。哦，很重。OK，yeah，yeah，yeah。I'm so bad。我大概，好来。Oh my god！ Okay. 我真的超想要这个。好，这个东西的范围我给开一点好了，好不好？这个东西2000到7000，这个在台湾买，但是它是美国的。我有想法，6500。OK， 换你。七千是不是？6000块？Beer Pong 高手连猜这都很准。可是我很压抑，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被最多人抨击的。为什么？因为谁花6000块去买个 Beer Pong 的用具？我觉得我看到这东西我会买，但我们消费、啊，因为我们两个消费模式是接近，太接近。喂，你，但是为什么它只有10个杯子，而不是20个？一边6个。没有，通常是啊，好了，我懂，这是缩小1, 2, 3, 4, 5, 6, 缩小版，缩小版，缩小版。因为如果再加6个的话，这可能要12000。God damn！ 好，你看，我问你，假设你哪一天有另外一半，他如果花6000买这个东西，你会不爽？会啊。OK。I don't know how we're friends. I don't know how we are friends, but、okay. I still love you guys. OK，Julia 都没猜对，对不对？对 ，I'm not。然后所以那全部都是我的吗？好废哦！没有，你再给挑一个，你可以挑一个拿走。那你们是不是要喝一下？啊、对，因为我猜错了。来，接下来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很棒的东西。Oh my god！ 我看到了小红贴。哎，这个蛮可爱的。这个我跟你一起买的。我跟哦那个啊，同一间店。这个东西呢是 Supreme 的。清酒组这东西1000到4000。如果刚刚第一个不是有个 Supreme 的一个什么东西吗？酒壶，水蒸壶。对，那个不是2000多吗？这个2500。那这个应该再贵一点吧？我觉得，我听到了3000多吧，3500。小精灵跟你讲3500。Supreme 小精灵跟你讲吗？那我问他一下，你这多少钱？我听这个。好，我知道，我直接跟你讲。好，你这多少钱？3000。2800。What？ 哦，而且我刚才本来要猜2800。我跟你讲，我刚才本来要猜2800，直接找 Julia 当女朋友了。我跟你讲，他我们看我目前买到现在，他就觉得哇，你买的好便宜，对啊，怎么会这么哇 ？Right？ 因为我总是觉得 it should be like crazy prices。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假设我们是你另外一半，我们觉得我们买这样就是 OK 嘛，对吧？你不会发火嘛，对不对？是不会发火啦，对吧？前面那个会小火一点，哪一个？是别人放吧？对啊，别人放，别人放，结果是我们错，对，直接发飙。And you really like Supreme, but you really have to drink. Yeah， 就是你会 regularly 喜欢
去享受这一件事情。那 OK， 其实真的蛮好看的，这真的蛮好看的，这真的蛮好看的。好了，那我们再改一下规则，不管你们有没有猜对，你们不要都让你们挑了。就挑一个你们喜欢的带走。他们刚刚两个都猜超过价钱，所以就表示我没有乱花钱，所以你们两位请喝。下一个是什么呢？好，我们先不要 Supreme 好了。好好，我们先把 Supreme 那么多 Supreme， 先不要到有多少 Supreme 呢？对啊 ，Supreme 有出的酒具，我几乎全部都有。好，来这个东西呢，它有得设计奖 Red Dot。哦嘛。然后，所以它是一个也是很厉害的杯子。嗯哼。完全看不出它厉害在哪。对不对？嗯 ，Right， 你很失礼。对，我现在真的是。这个杯子呢？哦莫！我其实觉得啦。What do you mean, bro? Tell me what's cool about it. It can be able to spin. It can spin. It can spin, and it's like, like beautiful. You know, you it's beautiful. 它放液体进去旋转很漂亮，对吧？是吗？对，我会觉得你在喝一喝的时候，然后你 spin 的时候会觉得，然后它可以转多久？它跟那个全面启动那个没有没有没有，那个转太久了。我会说你就喝一喝，然后你 spin， 然后你就可以撩妹啊，然后你就 be like 撩妹的时候是这样撩。Wait a second， 所以你我跟你讲，镜头前面的观众们，你只要买这个杯子就可以撩，旋转就可以撩到 Julia。你转一转，然后 Julia 就 Oh my God， you are so sexy， but look at that glass， it spins， it spins。It's so sexy. I want to be your girlfriend. 就可能会有一些女生。Wait, 好好。但我从这整个对话，我听得出来，他们对这个产品是不解。这个品牌其实不只是有这个样子，它的每一个旋转的纹路是不一样的。Oh. OK， 就是 OK， 好 OK， 来 range， 给你们 range。好，500到2000，500。我给1000啊！不要，好，不要。我们请境外刚好我朋友来 ，Coco， 你觉得这个杯子你愿意花多少钱？800。各位观众，我下掉这杯2000块。连 Julia 猜，他已经很 nice， 他已经很 nice， 对，他已经很 nice。谢谢。直接被 show no respect 这个杯子。先那个白盒子来。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我也很喜欢，搬回一下 ，OK。我又是 Supreme 吧，又是 Supreme 的东西。Here we go，Here we go again，OK、okay。你是 High B 哦，这个 High B，High B 哦。这个东西呢，我个人很喜欢，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现在的样子有点旧，所以你们要想想当时是发光的。它是一个散弹枪的子弹，然后它是一个酒壶，来。兴奋一点啊！喂，然后所以他是有这个袋子送给你的，就这样，他是一个酒，没了，没了，就这样。等一下，这位哥哥是谁？安东尼二世吗？看起来像我感觉。好 ，Range 来。我觉得他们都对我 show no respect。你照片要对你多好了吧？真的 ，Range 1000到8000。Oh hell no！ 8000吗？1000到8000。我为了我让你们难猜一点。1000到8000。1000到8000。It's from England. Yeah. England. It's English. I just can't do that. Which is company. Com. Supreme. A little bit of salt and pepper. Shrimp in. Salt in. And pepper in. Into the oven. It's bland. It's so bland. It's fucking raw. It's raw. Get out. Get out of the kitchen. Get out.Absolutely hideous. How much you think? Idiot sandwich. Idiot sandwich. What are you? Idiot sandwich. Idiot sandwich what? Idiot sandwich chef. 快猜。我想好。你刚说三千，一千到八千，三千。我给他，你刚说他说三千，那我给3500好了。6000块。What do you mean? 我下次做给你啊，真的。在荧幕前的观众，你真的觉得我买这些东西真的是有这么不值吗？我直接被 show no please。而且你没有用过，为什么它？我有用过一次，然后那个是因为你用过一次，现在看起来好像对几百年。可是我那次埋在土里二十年的，我用湿了，可是我没有把它擦干，就变这样，所以就变这样。我也不想这样了。丢掉！我觉得先来个大把的。欧某，但是这个东西不能挑了，因为这东西陈玉荣要，瘦子说要，那这个，所以我待会让你猜一下。好，
好，这个好酷哎，这个我有看你那个什么开箱的，就是开箱，但是我没有听到价钱。OK， 好，但那时候我有觉得很喜欢。I like it。陈荣拿走了，陈荣先预定了，他已经预定了。他看完他当天我那一片一上，他那天晚上他就密我，他说怎么买？我说台湾买不到，所以我就送他。对啊，感念他陪我去泰国。嗯，好，各位观众，我也陪你去泰国啊。不是，你是在这一期配合好吗？来，我给你挑其他东西嘛，好不好？好，来，你们先可以摸摸看，就是杯子的质感。对啊，这个杯子怎么也跟刚才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对，因为这个就是它，这个没有牌子。对，但是这个东西，你可以跟我解释谁抄谁吗？好像没有办法说谁抄谁，因为其实也不是只有这几个品牌做。那我问你，你刚才你是先买那个，还是先买这个？先买那个。本來想我知道你要讲什么 disrespect 的话，我现在想尽办法想要 disrespect 你。哦，它是重的，它是重，它是重的，它是重的味道。这个东西居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我们当初因为戏虐的关系买它回来。不是，那所以你放酒，然后就是这样拿起来这样子喝，然后对，就是你是、欸、shotgun 这样很帅、欸，怎么大家都这么喜欢这个、啊？好吧，你讲那个 range 3000到6000，这但是这有包括。运费吗？有，那就整体售价，那就是6000，那么就定4500吧。4500，两位请喝酒，这个东西3800块，好值得哦，比那个杯子还值得。如果台湾有玻璃师傅愿意、哦、去做这个东西的话，我可以考虑买个几组或联名来买，好不好？但我们可能不能抄袭人家，我们换一个其他东西，换那个国军65K2。那个单战没拿，轻枪开始，轻枪出枪。来，那所以你们觉得这东西我买的是不错的，我觉得很棒啊，真的很棒。你刚刚说3000多少？八 ，very nice。结果我有点出意料，大家都这么喜欢这个东西耶。因为这有什么好不喜欢的？它其实很漂亮。Yeah。它比你前面买了一大堆垃圾都。但它很占位置，你懂吗？你要在家里找到一个地方要摆它。对。但目前家这么大，但我家，我家真的没有地方适合摆它，所以那时候陈玉龙一问我，我就说那没关系就送，好吧？嘉明威，耶，念林威，这个杯子呢，又是杯子，你到底买了多少的杯？这个杯子叫做 Norland， 我跟你讲，这个杯子酷在哪里？那我们等一下要猜的价钱就是这一盒里面有两个，你知道我已经准备好要 ？No， 你先摸这个杯子的弧度跟质感是很好的。You shut up。 这个杯子呢，可以这样子放。它如果里面有液体的話，你刚才你现在是不是摆不起来 ？No， try it again。没有，不要，我不准。它有液体啊。你手在抖。所以如果我现在轻轻 ，Don't do it，因为是不是有一点点不稳？ Okay。 但如果我只要喝到剩一点点，我这样摆下去它就倒了。可以这么讲。所以我这样严格来讲，它设计是很不良的。你觉得长蛮漂亮的，对不对 ？I think 它有它自己独特的设计。你知道这种答案是什么吗？这种答案就像官腔，我跟你讲，这种有够官腔。就像如果有一个人跟你听他的歌，就说：“欸，我跟你讲，你这首歌好不好听？”然后就说：“我觉得你有你的特色。”我其实觉得那你真的蛮有特色的。Official Julia is coming. Official Julia. 官方 Jew. 好。那这样，它里面有两个这样的杯子。嗯。那你们猜看，两个杯子一起算哦。嗯、然后加运费什么都一起算，1500到4000。我愿意花1500。1500，你愿意花多少 ？Same，1500。What did you do？ 4000啊，3000块。Oh my god. Oh my god.不是，我刚才本来想要讲很低，但是因为它的玻璃其实摸得出来是好，比较不是瘦嘎的，是的。嘉宾威，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The last thing， 哇，好 special 的一个袋子哦， oh， 怎么又是红？哎、欸，但是这个看起来，可是这个似乎好像有一点质感哦。我觉得先看盒子这样子，等一下，98000呐、啊。这个东西是 Supreme 称 Bacari 就是一个玻璃杯非常有名的品牌。好 ，Oh my lord。Okay， 那个香槟杯。I feel the
你知道，你看我这样转，会不会有点压力有点大？我不会，其实他破了我也心里也不会痛，是吧？嗯，我没。Cheers, mate. Cheers, mate. Oh, cheers. 啪啪，破掉。好，这个是 Supreme Bulgaria 的香槟杯，那 range 它比较贵，7000到13000。Oh my lord. How much you think?我猜12000啊，好，你猜12000，因为这个质感还有那个牌子，两个牌子的联名，我刚这样敲，会不会压力很大？我不会，我真的不会，好吧？那么他都被我放在那边，好，给你9000多吧。我一定猜中，12000。你好厉害哦！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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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是我跟 staff 要喝了，因为我猜中了这个。因为你跟我猜，你跟我买的价钱是一样的，所以表示我没有乱花钱。对，但是我刚才其实猜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12000，我真的你要我4500我都不会买这个东西。你真的 disrespect？ 不是，他其实我跟你讲 ，I hate you。这么漂亮的盒子，这么棒的两个牌子，而且 Supreme 其实设计该设计好的时候，其实设计非常非常棒。12000，为什么12000的杯子，就是它的 logo 不是红色，那它要走这种红色，就我觉得就。OK， 更它要透明，因为你看这边有 Bulgaria 的，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颗粒。不跟你出去了，香槟，我以后不跟你出去，我要叫酒吧都不让你进。但我跟你讲，这有一个小故事 ，Bulgaria 这个品牌的本来的香槟杯1000，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样比较划算？它本体哦，就是没有联名，所以它只 slap 一个六一千块，一个杯子1000块，这样可以了，对不对？我觉得质感还是有啊 ，Yeah， 质感是有，我必须这样子讲。但是盒子比杯子好看。我跟你讲，其实我当时打开的时候，他也吓到，他说就这样吗？他说不对，就这样。我丢一个 idea， 我不知道你们会觉得很酷。你知道，其实，在制作这种玻璃杯或什么东西，你知道你可以放一点颜料进去，让那个玻璃是有一点色泽。Yeah. 如果它那个色泽，就是看还是一个香槟杯，但你从光下面看，然后明显它是有红色。OK， 那它可能就要32000。但是是不是就很有质感？然后放在这个盒子里面，然后你是不是就瞬间就很想要花12000在这里？没有，我如果花了32000，你还是会用同样的态度跟我讲。说，我猜32000了，但是12000我都不会买。好了，那好，接着就这样子。那谢谢你们来帮观众 judge 我，因为这一集就是你们是裁判，要 judge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乱花钱。有的我没有，多数的我有。那一样就是除了那个 beer pong， 因为我要拍片还要用，然后跟那个 AK 的那个是瘦子要拿，然后其他的就是你们挑一个你们喜欢的。好了，好，我跟你讲 beer pong 你也可以拿，但是你就是等我拍完片，我会清理好给你。啊，我们现在就要选吗？对，你现在选一个你喜欢的，一个是，你是不是没有啊？一个是，哎，我跟你讲哦，你 Julia 可能会选那个旋转咖啡杯哦，赌不赌？他刚才坐在那边思考说，我刚刚说其他人会喜欢，就好像今天的旋转咖啡杯回家好像可以这样转一转，然后我就整个这样 ，Oh my God， 是恋爱，啊，恋爱了，真是 You're so sexy，You're so sexy。然后现在他就说他不会，但他回家你就知道他自己跟，他那边转个一个小时，可是他里面可能是倒汽水，对对对之类的。我现在看这两个，你随便，反正我今天就是你们挑哪一个，我就让你们拿走。我本来也在想这个，可是我真的没有。在家里喝，对啊，你自己在家里有什么开心？然后我在想说，因为我在家里哦，对啊，而且你最近可能有一些需求，弄嘛对吧？一人一个也可以，不行啊，这是一组的啦。你家里摆一个，然后我家里摆一个，那盒子放谁家？你家，对啊。我奇怪，那些 Northern 那些这么的不值钱，哪一个？就是那个斜放杯跟旋转杯，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可以拿清酒煮。因为我觉得清酒煮你在家里的使用度比较高一点点，因为你喜欢吃日本料理啊，不是吗？对啊，所以你就可以。但是我很少喝酒啊，现在，所以我几乎不喝酒。所以我想说拿一个 cup， 还可以装点水啊，泡个茶。可以，就我跟你讲，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旋转玻璃杯，孩子们，等了这么久，我刚才说什么？我刚才说什么？他一直在考虑半天，他就是要这个，他刚才只是要一直 hold 住他的气质。说，我跟你讲，他心里一直说，我也许我可能有个香槟杯，你根本不喝香槟，你在那边假装什么？我说香槟杯可以在那边摆着，还要给我拿一个杯子。
这个杯子或者是刚刚有子弹的杯子是可以，就是 okay, 那你知道吗？我跟你讲，那其实我觉得如果拿这个的话。Norland 的那个，我觉得更适合你的用途。对，我觉得那个 Norland 的那个没有要 spin 了，我要正常一点的，谢谢。因为这个其实你如果有客人来家，像以令去你家的时候，对，你们就可以一起用这个杯子。对，来 ，I'm not gonna be spinning。好，那这个 Julia 就是 Norland 给你了，你可以在家里喝茶喝水用，好不好？然后那个都在那么死，不然就是那个什么。但是我还没有结束，不要忘记我们一个小小的规则：12000，你要喝12杯。好。3000块，你要喝3杯，所以你就把这杯喝掉。哦，好， okay、就这一杯喝完就好。等一下，我要先吃点东西再喝，因为我现在是空腹。空腹 fighting 啊 ！Everybody say 空腹 ，Everybody say 空腹。那你就喝2个满杯就好，那我会帮你调好。只是又比较忙，就喝。你要 film 我们喝完的感觉吗？还是我可以拿薯片过来边喝一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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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完了。嗯，这速度不要那么快，我现在赶不上你们的速度。不，你其实不用，反正我们等一下会一直 roll 啦。那好好，那你就慢慢的快转。好，我们要慢慢喝，然后就要拿 Norland Audition 的 Spring and Bacari， 然后感谢我们今天的参与。我被 judge 的完全是体无完肤，但我还是会保持我的风格，继续的消费，继续的购买，还请我的老婆多见谅了。下期见。这些东西真的。这么烂吗？没有啊。那你不觉得 beer pong 那个真的是不错，对不对？但6000，六千就是它是铁过敏仔，过敏仔被我家猫猫过敏，过敏仔。好啦，好，那我问你，我换一个方向问你，如果今天有人送你这个东西，你是会非常开心的，对不对？会很开心的，对不对？那好，送什么？送那个 beer pong。哦，送给他。对不对？那假设我今天送你这个东西，你也是会非常开心的，对不对？你还是会觉得它是很棒，只是你可能不一定会花这个钱嘛。Wait, 我跟你讲，但是这个问题，你只要改变一个方式就，改变一个物件就问。如果你今天送他那个旋转小杯杯，你问他的，觉得没有，你会不会很开心？会比这个开心。好了，我额外加码把这个旋转杯送给我们的卓源，好不好？好，这个就送给你了，好不好？如果喜欢这句话，不要忘记分享大家就没有啊，对的，乱掉。如果你喜欢这句话，不要忘记分享大家去我们的 Facebook 中，去我们 YouTube 看订阅开小铃铛。如果有任何吃的喝的、好玩的、乱花钱的，欢迎来信跟我说。然后 GTV 最近也开始重播了，陈放最近也要发新歌，大家多多关注一下。下次见，拜。